弟弟，那是什么海洋垃圾？海洋垃圾。对，要把垃圾丢在这个 plastic bag， 然后我们要做回收。大太阳下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，人手一只夹子。最小进滩的志工只有4岁，跟着大人一起捡拾宝特瓶，清理海岸。进滩捡垃圾。捡了差不多5-6双鞋子了。国际狮子会300A2区、中北狮子会与长虹狮子会两会联手，在和平岛阿拉堡湾举办净滩活动，大手牵小手，携带家眷，总共80位会友共襄盛举，为海洋及环保尽一份心力。那主要我们就是携家带眷。然后其实是要做一个身教的生命教育啦，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净滩的活动，然后也可以教育下一代，因为我们透过看到原来我们这么漂亮的海滩，然后有这么这样看到这些垃圾就觉得有点可惜，所以透过这个净化海滩教育我们下一代，说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生态，这样子让我们有一个美丽的环境。我们今天有大概快80左右来这个现场，然后就是大小孩小小孩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，其实有一些那个行动不便的师友，我们也蛮感动的，他们就是用一份心力来支持我们，然后小小孩也都这样子下来，在就是尽心尽力的在捡这些塑胶的垃圾，我们都很感动。走，因为我们这个疫情的期间哦比较趋缓了，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带小朋友出来走一走，那顺便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个净滩的活动是怎么一回事，那也了解海洋的这个漂流物很多，那我们也尽一点社会的责任来做这个为海洋尽一份力，做这个社会服务这样子。大手拉小手，净滩需你我，公益活动已经是狮子会每年都会举办的活动之一，希望能够为环保、为地球尽一份心力，也为下一代做最好的身教。环保爱地球，一起捡垃圾。环保爱地球，一起捡垃圾。耶！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